不知够圣剑。快看，这是我爸爸。赛罗叔叔好帅呀。小欧布，我们的爸爸也很厉害。小迪迦，你爸爸怎么没来？你不是说你爸爸很厉害吗？其实我也没见过爸爸战斗。你一定是在吹牛吧？我没有吹牛，我不跟你们玩了。现在大家只知道新生代奥特曼，已经没有人认识迪迦了。不好，有怪兽，可是爸爸他们还没有回来。孩子们快跑，怪兽就交给我吧。迪迦叔叔好厉害呀。迪迦叔叔，我们给你红心能量。空中行。原来迪迦叔叔也有这么多形态。迪迦叔叔小心。不必担心。居然挡住了。结束战斗吧。真是太帅了。小迪迦，对不起，小迪迦，是我错怪你了。你的爸爸也是个了不起的大英雄。